听见没有哈？没点亮红心的，咱们点点亮小红心，点点亮小红心，动动大家那发财的小手。不像，你说我不像36啊？家是东北的，对，东北的，黑龙江的，黑龙江绥化海伦的，然后现在在威海呢，来威海的了，来我国家工地上的，来威海我国家工地上的。我家是黑龙江的，腿是啥毛病啊？腿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引起的血管炎截肢了，就跟脉管炎似的，血液循环慢，然后形成血栓，通不开了，肌肉快死截肢了。我左脚是13年截的，然后右脚是去年截的，类风湿性关节炎引起的血管炎，就是脚上的血管都堵塞了。你们可以到我主页上，到我主页上看我那个就是那啥，看我发的那个主页上那发的那个段子，就看出来。段子上就我发的那个我住院的时候脚坏的那个视频。你看那个就看出来，就知道那个脚坏了，然后那都黑了，别黑了，黑的地方就是快死了。现在不也挺好的吗？现在也得吃药，不吃药就不行，就得靠药物维持着身体的血液循环。要是不吃药了的话，用不了3月疾病就犯病。不吃药的话，我肯定就不行了，离不开药。你这衣服好看呐，我这衣服啊，我这个大包不好看。谢礼物哈，谢礼物支持。愿意送礼送礼，送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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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点小红心哈。帮老妹儿把小红心往上点一点。愿意分享的，下面就分享一波，微博、朋友圈、QQ 空间的。不愿意分享的也是，咱们就点点小红心。然后跟下面聊聊天，唠唠嗑哈。聊聊天，唠唠嗑。今天聊天局。有新来直播间哥姐弟妹没留关注的，希望能留个关注。把这衣服送给我吧，那不行，那姐，那你要说送给你，那肯定舍不得。谢谢了，你姐我就唠10颗，虚的我不说，我再给你吧，那这虚的就不说了，这真舍不得。你很坚强，太棒了，谢谢夸奖。不吃药腿还是不行吗？不行，不吃药用不了3个月几个月我就犯病了，能走多远啊？有链接吗？现在还有没有卖的了？我不知道了，我知道你开玩笑。我是能走2里地吧，人家意外截肢的主播哪里？我家黑龙江的，就是因为意外截肢，体力好的穿着假肢走个10里8里都没有问题。我呢是因为病理截肢，我本身腿就血液循环不好，你像我这个腿有一条主动脉就完全闭合了，不通血了，我只要一变天，我这边这腿就是爱麻爱抽筋儿，就这一侧，然后我站时间长了也是这一侧麻，这一侧爱麻，就是因为这个腿有一条主动脉就完全闭合了，不通血了，所以说我就没有人家走得远，在家我体力也不好，我体力也不行，体力跟人家也比不了。你就记住了吧，就病理截肢的你永远比不上人意外截肢的能走，你跟人比都得差多了。你是哪里？我家黑龙江的哥，黑龙江绥化海伦的，现在在威海的工地上来了，跟我爸跟我哥来这边工地上，我爸跟我哥吧来我国家工地干活来了，然后把我自己一个人扔东北不放心，就把我也带过来了，就把我也带那个威海这边来了，我就在我国家工地上待着。今天你哥又没忙完呗，腿生病截肢了。哥今天哥那啥跟那个妹夫他们在那边喝酒呢，妹夫吧，这不是我没说吗，老国父给拿的酱香猪肉吗，完妹夫那屋吧，就那个妹夫那屋都喝白酒，就他自己喝啤的，他说没有啥意思，非得让哥上那屋点，就跟他喝点啤的，我把哥上那屋去吃的。能走几里路啊？我是最多我能走2里路，一般的是就因为意外截肢能走的10里8里都没问题。坚持就是胜利，对，坚持住。感谢相信自己。你腿为啥受伤？哥我不是受伤，我是生病截肢了。我这从小从15岁开始得的类风湿性关节炎，你没看我这手吗？就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就强直了，你看着没？这手，然后又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又引起血管炎了，导致脚上的血管全都堵死了，然后肌肉坏死了。截肢了就没有办法了，保不住了，坏死的地方伤口不能长上了，就不能愈合了。对，意外是硬伤，人家硬伤人身体没啥毛病，人能走，你那我们是属于病理，病理截肢的走不过人家。别喝多了对身体不好，哥最多喝2瓶啤酒，他从来不多喝，就是喝3瓶的时候都太少了，他就是最多的时候喝2瓶，平时他就喝1瓶，这样挺好啊，能自己照顾自己。对，你现在没结婚了吗？我离婚了，工地上还要人，现在没啥差错的，工地上现在不缺人，他就是要找临时缺人，大厂雇临时工，
过个三十，有过最多的时候雇36、7人，完了干一天。等到平时的话就不用了，除非赶工的时候。你的头发做离子烫了吗？没有，我是想那个那啥呢，我头发底下吧这做的软化，我是想了等着工地上放假了，我让哥带我到市里面找一家理发店，我是得做个离子烫。我做离子烫不行，我头发有点自来卷，就得熨，就不想总熨它。完，我还想打薄，我头发太厚了，你瞅瞅这头发多厚，给你瞅瞅哈，头发太厚了，稍微留长一点就觉得坠得慌，就是大脑袋不轻松。你这也是，我这也是关心，知道你放啊，知道你这是关心老妹儿。主播唱歌很好听啊，明天给家人们唱歌。你现在不是也挺好？我就是吃药维持着。要不吃药的就不行，烫个大波浪啊，不烫，我不愿意烫头。主播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腿生病截肢了，以后不也想找个对象吗？以后就随缘吧，就是缘分了，老天爷给安排就找，老天爷不给安排呢，咱也不强求，是不是？这就是缘分的事儿了，遇见合适的就找呗，那遇不见合适的，那你说你还能强求得来吗？是不是？这是另一半，这不是说的这努力就能得来的，就随缘嘛。我在威海，我36，86年属虎的，有礼物想送点片啥的，家门愿送的送点，能帮老妹儿打个热门，咱们就打个热门哈，打热门这边的人气还能再往上上一上。腿生病截肢了，你那里不冷吗？我屋子里面开电暖风呢，我在威海，威海现在还零上呢，这几天威海真挺暖和。你出门的话穿毛衣也不会觉得冷，反正你穿羽绒服吧也不会觉得热，现在就是这么个天儿。我也在威海呀，你有娃娃吗？没有。我以为在东北呢，没有，我们东北多冷啊！东北现在又不行，东北气温，哎呀，现在都0下10多度，等到再进腊月时候就得0下20多度、30多度最冷的时候。威海这边下雪，但是下的特别小，下的特别小，找个多大的没想，长得那么漂亮，肯定能找到如意郎君呢，能不能找到如意郎君不知道，就随缘吧。你好，晚上好，有想说的。